左脚它已经是插到厕所那个洞里面去了，我们用手去探，或者觉得轻轻牵拉出不来的话，我们都不敢动了，怕出现什么意外。它太小了，那个消防啊做得很到位，很小心翼翼的，而且小孩保暖啊，还有不要照他眼睛啊，动态还是很不错的。现在已经转去市医了，家属回馈的话，他就说孩子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孕妇也没有什么。